点点害怕，一点点害怕。当下的心情呢？是有穿睡衣跑出来的？也上了两段。地震时候，地震时候，我睡觉时候，马上起来，对，有跑出来吗？跑出来，跑出外面吗？不是，25楼到2楼，是怎么走下来？跑下来？跑下来？地震结束以后，电梯下来。电梯的时候有没有一直很害怕？万一有地震怎么办？害怕。大家注意安全。因为之前高雄有办嘛，现在不行取消，那未来有没有机会想要在高雄办？그럼요이번에는좀아쉽게일정이취소가됐지만저는가오슝을너무너무좋아하기때문에딱한국의부산같은느낌이라되게좋아하거든요그래서가오슝에서앞으로다양한활동들이있을예정이니까많이기대해주셨으면좋겠습니다他说他当然会希望去高雄，因为他非常喜欢高雄。高雄对他来讲就像是釜山一样的存在。那所以他也觉得这次非常可惜，他也会希望说之后可以有更多不一样的活动，然后就是在高雄跟大家碰面。因为之前都会最近有一些生涯上的变化，然后我想说其实对他有很多的声音，就是外界有很多的声音，然后会不会对都会有时候心里会造成一些不愉快啊，或者是比较低落的，然后他有没有想要趁这个机会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想法？저는근데항상가만히있지않고뭔가발전을하고싶은사람으로서살고싶은게굉장히많아요그래서이제이런걸주최하기도했는데이제그기자분들께서이제또뭐기사들도되게많이봤는데조금마음아픈부분들이많았어요저는뭐랄란이랑싸웠다는소문도있었고정말깜짝놀랐어요그런소문도 듣고그리고아니가을종티켓도26장인가 그것도좀마음이아팠어요아닌데 그래서조금속상했지만이제조금오해가없었으면좋겠는마음입니다就是他其实也很想要让自己就是开心然后开朗的然后在大众的面前那其实他都就是大家写的新闻报道他其实都会一一的看那当然他也会有看到一些什么比较不好的或者是负面的那包含就是比如说那个他自己说的就是高雄相关的票的部分啊或什么他自己也会觉得说啊怎么会这样感觉很伤心但是他也希望把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大家然后希望大家就是对他不要有任何的误会然后就是开朗的看待他就可以了海蒂加油